可是如果你又高左低，家里的男生都会受影响。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哦，如果右边的字掉，我们讲说左手的字掉了或者整个没有的话，这就会比较出现大问题。什么样的大问题？严重的话，男生会都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比较一些状况比较焦灼，就好像我们讲阳门女将啊，这个男生都比较受影响。是我刚刚看没有掉漆，没有掉漆，但是它就是很明显的高低的落差。那是怎样？那怎么办？第一个我们讲高低的落差，高低落差的时候呢比较简单，也许我们重买个新的或重做，重新把它弄好，那就变两边一样高，那是家里男生女生发展都会好。那当然第二个问题一样压到男生的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压到是在这个上面，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哦，上面这个地方做的都是空的，所以你会发现就特别多角。对对耶，那为什么要给自己画？那我们讲说自己设限，然后自己给自己，我们讲说绑起来呢？因为你变我做的这么小，我只能卡在那中间的位置，就好像把自己框住了一样。对对对对，设地自限。那你设地自限，那你不如把旁边这个敲掉，就整个第一个天花板不会这么窄，不会压迫，会变得比较开阔。那第二个，我神桌要移过去多一点都没关系。对。那其实沙发移过来之后，我倒是觉得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什么？沙发如果真的对掉的话，我倒是觉得说我沙发如果不需要摆两边的话，摆那么多的话，因为它就是太长了，所以你才会硬推到这个边上来。是，把那一组沙发拿掉。对，我倒不如把那一组沙发拿掉，我单独这边放这一个就好了。那倒是我就发现说，这个如果推过去一点，我们的沙发如果坐进来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很，你说这个柜子吗？对啊，柜子，其实那个柜子刚好就是一个财位的位置，现在目前原本空在那边完全用不到，是到时候它的财位就可以好好运用。对，到时候这个神桌再往这边移一点点，那这个柜子其实那是卡在这里，什么都用不到，这是定好的吗？就放在那边财位布局一下。对，其实不管我是要用现在原本的柜子，还是要一般像有些是小桌子，对不对？其实都很好运用。所以它这个也可以，然后放金豆，放聚宝盆，对对对对，放盐灯啊，都可以。因为你看进门斜四十五度角，双臂张开，没开门没开窗，这么子没有用到，真的很可惜。对呀，那现在就是要前往厨房喽，客厅差不多了，对，要往厨房去了。对，这个厨房呢，就是你的世界。女主人，对，这个我们来看看她的厨房有没有影响到她的身体状况，对不对？好。客厅沙发位置险恶，不仅被门冲，后方又是窗户，上方还被梁压，不仅家人坐不住，精神负面压力大，财运更是惨兮兮。只要将沙发与电视换个位置，便能够避掉所有的煞气，动线清楚，视野明亮，相信家人运势便会有所改善喽。而神桌左边上方被压，容易影响家中男性出外的运势及健康，最好避免上方棱角装潢，或是尽早拆除，以免造成危害哦。到他，哎，那我感觉这个还是后阳台，后阳台，这个厨房好像有点外推，对不对？对。因为我们一般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凸出来的，是，然后在对应的位置上，这边是一根柱子，它表示这个上面原本它是一个结构梁，是，那通常一般是这样，结构梁的外面就是阳台，那有时候我们可能阳台可能他会觉得说，哦，这么长的阳台，这边没有用到很可惜，所以把阳台的门改到侧面去，整个这一块就外推出来了，是外推的没错吧？对吧？应该吧，完全都不知道，来进来才知道。那像这种阳台外推，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女主人的身体？一个房子，它如果阳台很长，我要外推的话，我建议它只推，不要保留一半，保留一部分，不要全部推到底。如果那边也推出去的时候，变子女发展也受限制。是，还好他没推。对，还好他只有这个阳台，这客厅、厨房这部分，是那边还有保留。是是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这种厨房这种阳台在外推的话，通常是这个身体状况会比较差一点点。对，而且要出外求食，就是我们赚钱了、要到外地去，它越远。比较算得到钱，对，因为我从遇到桥，对不对？拢桥啊，那个
泰山马萨鸡。哈？泰山木萨鸡。就不能简单一下收在里头？不行啊。这样我不好意思，大概问一下，这样一个月大概可以赚多少钱？出头。啊，你一个月开销呢？啊，至少三万多，对不对？嗯。Oh my god！ 家里有三个人吗？是啊，你看这个身体，还有房贷一万多块啊。哦，房贷一万多块，还有家里人你要吃啊，生活费啊，对对对，哇，辛苦，是很辛苦哎。好了好了，不要这样，不要难过了，我们喝个饮料啦，好不好？好好好不好？对啊，真的，我刚好冰饮料在这里了。啊，真的吗？对啊，冰。哎，这是冰。Hello， 天哪！这个冰箱怎么这样？要开这里门弄坏。这为什么冰箱是开一点点呢？不到一半呢？整个卡住哎！怎么会这样啊？嗯。那怎么你冰箱怎么拿东西啊？要把这个推开。怎么推？走。哦，这样子啊，可以拿饮料了。啊，怎么会这样？这样子，你这个冰箱其实这样子。你要开的时候就卡在那边是不对的呀，而且冰箱代表财库哎，对，对你这样子打开打不开，就好像你的钱不顺啊，卡住了。其实因为冰箱代表这个厨房里的这个财库嘛，这个是用流动财库，就是说你赚多少钱买多少东西回来家里要吃要用，是是不是就放在里头？是，所以当它都不好打开都不能那个的时候，就代表财水进来不顺利，嗯，你打不开，相对要进也进不去，对。对啊，财水就进不去了。你进水就没哇，你搞遐都卡条，对啊，都没通没顺呢，所以应该把这个给移走吧。其实这个根本不用啊，对啊。其实我倒是这么觉得啦，其实这个不需要那么宽的哈。如果他刚才说在，比如说刚一个那个，他现在是电锅是比较实际要固定放的，对。如果他只放个电锅，勉强这个地方都还可以放。嗯，哦，或者是说，如果我单独放的话，这下面都是没有很必须要用的东西的话，我把它移到饭桌的位置去。哦，那这样子的话，我的冰箱就打得开了。对对对对对，就不会有问题。那这个外推的部分呢？外推的部分，因为基本上它遇到一个问题，第一个这个门呢，后门，后阳台的门冲到炉灶喽，往炉灶的方向冲。哦，那一般后阳台，万一如果真的到对到炉灶的时候，因为风会进来嘛，是，风一吹。那个火就不会稳定，对，所以一般来说的时候，吹火不顺。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我通常会在炉灶的上方放个这个麒麟台八卦，是，那么面对这个水的后门的位置。这个后阳台，东西好像堆得也蛮杂乱的，杂物蛮多的哈。哎，跟你爱情的，啊，你得该看的咋不离啊乱哦。这个后阳台是代表后代子孙哎，对，就是要稍微把它，对对对，先不啊，你先后淡掉啊，你放后。然后稍微整理一下，至少后门直我们讲直对直的这个道路上，要把它清得干净一点。直的是直接热水器。我们拉直的部分把它清干净，啊，旁边的话尽量把它整理整齐就可以。啊，基本上你上欢乐的时候，你好心。现在就正值国中叛逆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他。这样的叛逆到底是他的房间出了什么问题？好啊，好，看一下，哇，哎，快点，哎呦呦呦，要搬回来。这个以前从小玩到大的，有丢一部分，这只熊猫应该原本是白色的吧？怎么会变成灰的？这是从小玩到大，对不对？舍不得丢的，对，真的，所以就是。跟很久的娃娃，所以那你儿子现在还是很多童心未泯，对，童心未泯，对不对？对，对，所以应该还好了，叛逆应该不会太严重了，就还是会跟你回嘴啊，嗯，就应出应急这样子。所以你们常常吵架吗？就是偶尔斗一些斗嘴。但是他会，比方说吵一吵就好，有时候嘛，就小吵的难免的，他会有一些激烈的动作嘛。会啊，怎样？就不高兴，就是之前会摔东西，然后现在是墙壁有两个洞，是他的节奏。墙壁两个洞干嘛？就不爽，他去撞墙啊？不是用手，用脚还是手？是脚吧，用脚去踹。哪里啊？门口啊？看一下门口什么？哦，是这两个洞吗？对啊。怎么可能？这是墙壁的，嗯嗯，而且箱内怪怪哈，空心的。
那是房啊嘛，房啊，啊。哦，所以他是跟你吵架，一生气不爽，砰，然后就这样踹破了。嗯，天啊，他以前是踢足球的，他现在是足球队的。怎么会这样哈、啊？是因为他这个，他这个床啊有背门的关系吗？因为第一个他背门嘛，所以潜意识比较不安定，没有安全感。我想这个应该是他希望妈妈帮他做一些别让他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些事情呐、啊。是。那这个时候他如果没有那个的话，心里头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拿这一个。墙当出气筒，出气筒，对，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很缺乏安全感。那像老师，像他这种床背门，应该怎么化解？好，首先他这个房间因为有三大问题，第一个床背门是，那床背门的时候比较简单，我只要一对。一个对调的位置、uh-huh. 可以直接看得到、在左右斜前方45度范围头、可以看到进出的那个动线、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会有安全感，因为为什么，因为以后呢这个门只要开一个小缝，它就可以看到门口是谁、那你知道行为会影响人的性格、所以因为这个环境是这样子，然后慢慢这个动作，然后习惯了久了以后，他的个性就比较可以掌握到全局，是，不然他就会什么偶像就疑神疑鬼，对对对、对，然后可是你如果床头到这里的话，他的冷气在这边呢、这样会不会吹着？对啊，那现在就出现第二个问题出来了，我先坐一下。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它上面第一个它可能有梁，那么有冷气，那其实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梁压床，有限空间调整摆设，打破僵局，挑战极限。生肖运势有五颗星的朋友呢，生肖属猴、老鼠还有龙的朋友，恭喜你们喽！福星高照，要多行善事，这个福报呢累积起来机会就会更多喽。好，我们看一下加码的部分，财运最好生肖属龙的朋友，以及事业最顺生肖属马的朋友，还有呢桃花最旺生肖属猪的朋友。